中方注意到上述消息，如有进一步的情况，我们会及时发布。关于关税问题，中方的态度十分明确，单边加征关税措施不利于中国，不利于美国，不利于世界。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，双方应在相互尊重、平等相待的基础上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合理关切。